照牌照之后去西藏，去全国旅游，然后买回去自己升级一下。怎么着也得去9号店看一下吧，兄弟们。准备了有2万块，重新买一辆新车去骑行全国、骑行西藏等等的地方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波。我呢一向都是走到来看到来，看见身后又发现一辆9号电动车，然后呢现在身后是一辆9号电动车，去看一下怎么个情况，走吧。好，9号真智能，蒙古外电红 Z。 你好。哎，看车。好嘞，你这个什么东西？记录仪。记录仪啊，记录了吧？买车过程，记录买车的过程。对，为什么要记录买车？记录员是谋，一个字，绝。哎呀，就记录提升生活。这里有国标，不是有电摩吗？啊，你想买电摩啊 ？M95C 这种，180C 这种。啥？没有。有是吧？首先看电摩。嗯，好的。好的，嗯，就这一个字。嗯，180C 这个多少钱？带电池。带电池。嗯，带电池。老板在用手机查。这些都是国标车吧？5099，5099，对啊，啊，你把这价格为主吧，5099，门店连门证提车都不用了，大头价，那全国统一价格是吧？没有，地区不一样的，地区价格不一样。啊，那些如果就是说不要电池呢？实话说，我是这样，是想买一辆电摩，照牌照之后去西藏，去全国旅游，然后买回去自己升级一下电机各方面的，然后就想买空车。你要电池啊？看，减800吧。减800，就大概4000出头这个样子的。嗯。那上牌手续都没问题吧？上黄牌。没问题。那现在就这一款是吧？对啊。M95C 其他没有，就其他我想要的话，能不能弄过来一个？可以啊，加定金吧。M95C 啊，是这样的。定金吧。啊，好。那像这车，他们都有护杠吗？有护杠，还可以加装。啊，有加装是吧？我可能会装色灯。有装色。马上有啊。啊，马上自己能买的。哪里啊？在哪里啊？哪里的？啊。湖南的，还哪里？甘肃的。可不敢胡说。甘肃的。对。哎，我那里不远。不远。啊，也不是广西本地的车。不是。啊。现在展示的就这个180C。对啊。你要比他们定的我。其他还我。买啊，100、130买那种，那网上定的。你80C、70、95C 啊，那好几款呢。拿到什么时候停？如果没问题。现在都可以。那你的问题现在在哪里？还在犹豫了吗？就在那边，就好几个车嘛，还要考虑它电池仓大不大，能放多大的电池。那你这个你今天这些都不要，你还没要去，你还要去做电池啊？对啊，电机什么都得升级呢。去西藏去？对。一趟能跑那么远吗？关几趟跑了？没有电就充电了。一个人去啊，还是跟车友去？就一个人，可能不止西藏吧，得去其他。我出广西我都不敢去西藏。我骑那辆车已经去过一次了。这样子啊，一个人去哦。对，就大概花费多少钱？看时间吧，我得去一去一两年。玩的。不是去一去半年一年这个样子。去这么远。就新疆西藏走的慢，慢慢去的。改天你带我去一下，我坐你后面的。可惜现在就这一辆是吧？今年到这了，23。23。对。100，有100的金。对。主要就是专门做这些。
好像有个国标车，听说也能放其他电池的。有啊，这个好像 NZ 还是什么的，这个 MZ 是吧？嗯，可以放里面，120安。NZ 可以放72、145安的宁德大单体电池，就是上不了黄牌。如果上当地的牌照，我怕骑出去被那边外地的叔叔装了，哎，这个不成，不用说了，对。所以能上黄牌最好，就只能学那些电摩那款。180可以啊，180比 N95 好卖，好卖的，4000出头。那是可以的，就是其他的车没有都看不到。哎，自己看一下，兄弟们，这电池上一看就放不了太大电池，这么薄啊，这肯定都得升级。好，目前就这样吧，这个没有 M95 这种不太行。好，谢谢老板。好好好。到底骑什么电动车去旅行适合呢？国内实在是电动车品牌太多了，所以眼花缭乱，都不确定到底要骑什么车去骑行全国、骑行西藏等等的一些地方了。